身为人生能有几回黄金机会？你还不赶快冲过来，大力的把握它！听我说完下一句，但是我还是有要求的。你说吧，老妹儿，哥能答应都答应你。你要对我好，存折都给我，听我妈的话。行，老妹儿，都行。有病啊！你吃羊肉了吗你？你等着，咱哥俩配合好，我给他拿出来。你怎么还下来呢？你上去整啊？别着急，我把门先打开的呀，是不是？这不开门怎么拿东西呀？踩你身上！别乱动啊！我看看，双汇，双汇，午餐肉。哎呦，双汇那是猪蹄儿不？那是啊？看错了，不是。看错了。我看看啊啊、哦！冰激凌，小山城冰激凌。不乐意吃甜的呀？你乐不乐意吃？你等我下来再走吧。爸，这下雨天你也跟我玩一玩啊！啊，你说是太无聊了，这一天你也不理我。哎呦，爸，我们进化成这样是不是太失败了？傻孩子，多进化一点就上班，少进化一点上餐桌。你寻思寻思。